咱们看这啥，那个便携果汁杯，我今天包了点这个果蔬饺子，你们回家可以给那个孩子做辅食啊，或者是自己拿着在夏天在车里喝果汁啥的，现榨果汁特别方便还便宜，知道不？然后加水。你要想喝浓点吧，你就少加点水。它这个是 USB 充电口的，双击，它这个双击这个按钮，它就开始炸了。它这个炸完挺细腻的啊。我再给你们演示一个这个胡萝卜，这胡萝卜就小宝妈啥的给孩子包点蝴蝶面炸辅食，然后你不用用任何的色素了，自己在家就能炸。这个我手滑，手上有水，你们倒出来看看啊，啊，很细腻。嗯，甜丝丝儿，把这个拧上之后双击这个钮啊，啊，这个时间我就可以造个饺子了。是我自己包的，太香了。一般几秒钟就可以。你们看看啊，你是健身人群呢，爱美的小姐妹啊，还是宝妈啊，都可以，非常的好。这是胡萝卜的，这底下有链接，29.9包邮送到家。我给你看这个箱子里面有啥啊？有一个充电线，然后还有这个像手环似的，用这个给你们发货。